已经超级无敌大个了。就好像有点，好像三角形这样啊。恰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斯，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的影片呢，我们是要拍 vlog 给大家看的。可是嘞，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？当然不止 vlog 这样简单，兰只是以为我们今天要拍 vlog 而已，可是他不知道我有一点想法，想要恶搞他。大家看我这身的打扮有没有觉得很不一样？因为我很少这样子穿。那么今天又是什么计划呢？就是我要把自己的胸部的 size 变大，然后怎么做呢？就是 inside tissue。我要看一下莱恩的反应，看他到底会不会发现到，哎，做米斯胸部好像大了几个 size 这样的。就是莱恩呢，他已经在楼下了，他在楼下睡觉，所以他完全不知道有这个计划，他只知道我们今天要拍 vlog， 就是这样简单。OK， 所以我们下去先会合他，我再上来就是找机会讲我要上厕所，然后我再塞一些地修进去。哇，睡到这样爽。什么 ？Hello。走位啊！喂，我刚刚叫你走，你不要，现在我没有，不要走啊，我不要走啊。快起来。哎呦。今天我们会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去哪里？不知道哦。穿到这样，我很少穿到这样子穿的吗？不好看没？啊？不好看，不好看没？我觉得很好看。抽你的头啊抽！我们现在要去吃东西，然后今天我们就我等你啊。本来从早餐变午餐，午餐变下午茶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餐，因为现在要接近两点了，然后我们要去吃午餐。穿了了，等你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变宵夜了，老板。宵夜你的头，宵夜。好了没有？好了。快点啊，你去准备先啊，等一下又。我准备啊。等一下又有什么口红、啊？我好了。骗人的，你的袜子穿了没？我好了，快点走了。袜子都没有，因为穿到这样很难看呢，你可以去换嘛。不要，真的很难看呢。不要。哇，一开场我就这样累惨了。哎，你每次都这样累了啦。没有啦，我早早来，你还在那边。你早早来，早早来。这个猪这样，现在穿到这样子，这样丑。你美哈、哦，很美，是不是？在下面 comment 讲你是很美。No。东西拿了吗？你的锁匙带我上次吗？去哪？你去哪了？放了。哎、欸、哎，你放哪里？顺便换衣服。放哪里？我的床桌子上。差不多。桌子上啊。嗯。不要再睡觉啊！我上厕所啊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哎呀，又等，什么又等啊？OK OK， 所以我现在要来 upsize 我的 boobs。Oh my god！ 我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，有分别吗？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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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左边好像比较大一点。我知道他不喜欢我这样穿，男生的。我不懂镜头看不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吗？看得出来这边比较大吗？我已经塞了四卷低袖下去，看一下。Oh my god！好笑哎、欸，我怕看得出这边很奇怪，有点凹凸不平这样的感觉。不用紧，不用紧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OK， 给我睡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，你的头啊，快点，我饿了。Who are my mom? I want my mom. 快点 ，Let's go。我要上厕所。你要上厕所？去啊。不知道他发现了没有？不过他刚才好像有盯着我的胸部一下子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现在在车了，然后过后我们现在要去吃东西。终于，我要吃什么？我以为我要吃宵夜，你知道吗？吃宵夜了，我们去吃美端的宵夜。所以我们现在吃什么？你讲你要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电话。我觉得去附近的吃哦。美端呢？麦当劳啊！不要转到家哦。麦当劳 OK 没有 ？KFC 好好好，披萨汉。不要啊。
可是你不喜欢你穿的这样，可以去换吗？啊，去换呐、啊。后面有衣服呢、啊？不要。后面有衣服。不要，我的这样拍照，我可以给你去送去这种行为。没有微胖哦。啊，我觉得要绕563圈，真的很险哎。来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到了苏西门带，然后我们现在要下去吃东西。妈妈，我很饿。我觉得你等下还是回去换那个衣服了，这个衣服。这个你在叫我换衣服？衣服不好看，真的不好看，不好看。那你不好看？露太多不好看。那你露太多？女生不可以露的，本的不好看。神经病，走啊！不好看。走了，走路，吃饭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点菜，要什么？螃蟹啊，哎，别哭，我写了，这个你一定要吗？我要那个，这个。啊？这个。可以放吗？哇！你是看着我的胸部。没有，很奇怪。一直搞着我胸部哎！不叫你不要穿到僵了啦，你要穿到僵，弄到尾，你想一直想看。One eternity later. 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呢在厕所里面，然后我要来做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会在厕所里面呢？是因为莱恩他好像没有什么反应，我的胸是不是弄得不够庞大？我知道他有开始注意我的胸啊，因为可能我穿到这样子他不喜欢，可是他好像没有发现到有什么不一样。我觉得我放不够多，我现在又拿了一张 T 恤，我要塞，就是让他看起来更大。Oh my god! Oh my! 我的视频到旁边看更好笑哎！先盖起来先，我怕外面的工作人员看到我多么全部这样奇怪。已经超级无敌大个了，如果他这样子都还看不出来的话，我真的是不懂我要讲什么了。哎呀妈！几怕人家来，来我。OK， 所以我们今晚要去那个 YouTube event， 所以我又怕很晒，所以我们特地来。哎、对，我头发很乱。哎呦，女生真的是很麻烦啊。OK， 从下一个，从下一个。好了没有？要不要弄满你的裤子 ？OK， 所以我们今晚要去那个 YouTube event， 所以我又怕我的车。等一下，我的衣服，等一下，很奇怪。真的是。你等一下，你的胸部好像有点奇怪。什么奇怪？没有的，他这么没有啊？怎么？别在看，怎么？一直变态你？没有，你给我看一下，这好像有点，好像三角形这样。And neither are you. 没有穿内裤？有啊。没有，哪里有？你换 bra 是吗？还是什么？没有啊。因为我刚刚这熟悉，有时候我想讲啊，可是我觉得我以为是这个衣服的问题。没有怪，是这样的。等一下，怎么坏的 ？Oh no！ 等一下，白什么坏的？对，这个是那个里面那个白的什么坏的？没有，我的内衣来了，内衣来了。你给我看，没有这个东西。你的内衣是？你不要再看我的胸部了，你变态！你的内衣没有东西。可以继续讲。等一下，不是，给我看一下，很奇怪，你今天的胸部真的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再看了，谁喊杀喽？晒有什么？没有晒。你这样子，你不要再看了，死变态！你晒纸啊？没有，刚才伤风 ，OK， 所以我就晒 T 恤在这边。你伤风，你晒 T 恤在那边？没有，我还擦鼻子，然后我就没有垃圾桶，我就塞进我的衣服里面。哎呀，不要理了啦，这是你的 vlog 啦。OK。你要怎么样继续？你拿出来给我看，你拿出来给我看。我都讲我伤风。你讲你伤风吗？你猜多少？这个不叫伤风了，好不好？我没有了，还有。你要大便是吗？我还想讲哇，我女朋友胸部这样大，原来胸部这样子才发
现，我刚才早上的时候我就有塞呀，我就想要让你看他反应，看他有没有觉得我胸部变大。怎么知道在吃饭的时候哦，你好像有什么讲，好像你有问我，叫我又塞个。我认识你到现在，你胸部是假的。没有 ，OK， 我第一次塞 ，OK。现在全部是滴出来的。我第一次塞 ，OK， 你别给我。不要再看了，这边东西啊。怎么好像没有胸部了呀？你有没有？原来一切都是假的。怎么？你要这样打胸部做什么？很麻烦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想讲，我女朋友是不是喝了什么木瓜奶呀、啊，还是什么啊？可以变到这样大？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那我等一下有多少 T 恤？这样多 T 恤我才有。我有点怕他没有发现到，然后我就要这样子穿去今天晚上的 YouTube event， 今晚就抱着这个睡觉。啊，你看你是有大内内了。假的，三年多，我被骗了三年多。你呀、啊，我姐第一次这样塞啊，吃大便了。OK， 所以这些必须折起来，不灵，放在这边，不要浪费 T 恤哟。